刚才给你，在这里击球，给你讲一下哈。现在打完球对不对？这是高点打完球，打完球最后这是开始，打完球以后拍子最后不是要放到这来吗？放到这来，你不要从这里直接挥过来，挥过来以后你的肩就感觉这样别，明白没事？应该是拍子还要往前走，拍头基本上到这个髋关节这个位置，肘关节弯，哎，打完球应该是这种感觉。明白没事？你是什么感觉？有点憋，哪里憋？就是打完了之后就习惯性的就是往右下。你是不是感觉这里憋？对。啊？对，这里。就是这种感觉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应该是你看，哎，打应该这种感觉。啊。打球，哎，打这种感觉。啊。是为什么夹？为什么憋呢？是因为从这里直接到这来了，你看这样就憋了。明白没事？应该正常应该这样，那应该是打到这来，回下来，哎，打球，哎，回到这来。你现在是直接过来的，应该是往前走再过来，不是从这个点到这里是成这样，这样过来这里就憋了，没有没有没事哈，哎哎哎。